我们这个白凤一广，蠢是一品白傻，什么也没有。靠我们几大人的努力啊，把沿海一会儿其实从这个沿海放不灵，所以说我们这样子才有今天的旅游的品水位。我叫李军普，在这个临沧干了20多年。我每天的一个是带着我们这个德院，这个山上湖林，这个放火摧毁一亩，并且还放弃。我们真是现在这个发展的好，这个旅游的人太多，我们呢这个放火压力太大，这个每天24小时值班。我们从1963年开始成立临沧，我们大概能值就是12000多亩。